Hello, Cosmos Angels， 大家好。Hi, Cosmos Angels。今天主题是沙发甜蜜小点心，就是平常你跟你的爱人、跟你另外一半会在，比如说看电视啊，还是看电影啊，就会做一些小东西吃。这个是玉米饼，我们这个就是直接切成三角形，然后炸。好。Shake it， 给你们两次。那我这边在准备那个，就是要做 tacos， 其实这个已经都是熟的，所以只要加热一下就好了。这是美国肉梨，这个怎么切？你不是要教我？它其实就切一半，你这样切过来一半。Tommy， 这样切。那因为那肉梨酱大部分就是肉梨，这样差不多了。那因为这个是我已经早上已经做过了，就是 pico， 它就是番茄、洋葱，然后香菜，然后柠檬，可以稍微挤一点点就好。因为肉梨本身它就比较没有味道，所以还是要加一点给它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烤肉类了。其实因为鸡肉已经大概七分熟，所以只要一边大概一分钟就够了。然后再来就可以撒一些。OK, alright. 这个佐贴就像面包，或是你会吃任何的像包子啊，或任何的东西，它只是一个底。那你里面要放什么东西都可以。然后其实料理也不会太复杂。对，就都好了嘛。那电影也开了，那就准备看什么电影 ？Titanic。Yes。那我们就好好的，我喂你吗？要我喂你吗？好，我帮你挤柠檬。好，你帮我挤柠檬就好。Oh, so sweet. 你要我帮你挤吗？对啊，我帮你挤痘痘。挤痘痘。我没吃过taco。Taco就这样。然后一个手，一个手，这样，一个手把它夹起来。其实就像你吃那个北京烤鸭。太难了。好了 ，Cheers。Cheers。